鱼肉妈妈超级直率，一针见血，好害羞。番茄本身啊，它就是维他命 C 很多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男生要多吃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知道，射护腺。对对对，吃一颗补一颗。对，要吃两颗啦，补两颗啦。我吃你多好。晚八点就是阿龙玩，陪你一起玩。